日前国道上一头活生生的猪甩下车，还滚了好几圈，这段影片立刻被搭上近日热门的九天玄女降肉梗，被笑亏真的降肉了，800英尺500英尺降肉。就连国道公路警察局也用这个梗做政令宣导，艺人欧阳靖看了却相当不舍，虽然肉猪的命运就是净屠宰，但总觉得部分民众与媒体对经济动物的动保意识真的很低。我不是素食者，但还是觉得这事件被当成笑话有点过分了。欧阳靖认为应有正确的态度，让经济动物受到更好的对待，谢谢那只猪付出生命变成好吃的炸排骨或控肉，但在被屠宰前受到惊吓与痛苦还被当成笑话，实在不必。这番言论不少网友都相当赞同。